尊敬的老法师，近半年来我们接触的广西啊有一位法师有一些疑惑啊，请教。哎呦，他这后头有好几个小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听某法师讲他在极乐世界见过你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是凡夫，业障深重，我没有到过极乐世界。那他到极乐世界应该是他是菩萨再来的，他不是凡人啊。菩萨要是再来的话，把这个讯息透露给人间，他马上就要走，那就是真的。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间呢，那他就是假的，他就不是真的。那在我们佛门里头没有这个例子，身份一露啊，那立刻就走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佛门的一个规矩啊，所以这是不可以相信的。